好了，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创世小玩家二、哦。那上一次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敲了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造一个大树了。那这大树种子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去找那个南瓜种子的时候呢，就是遇到我们莉莉扑小人之后给我们的咯。那这个的话，大树应该还没有长很大啦，所以还没办法做游乐设施，所以我们就先来解一下我们大树的东西。哇，哈哈哈，所以这片啊，农园顺利的发展，也很快就要到了丰收季了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向你提出一个请求，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吧？没错，我希望你能在这一代敲响创造者之中，要以此来提升大家的物品创造力，召集新伙伴啊。事到如今，我感觉将会有惊人的物品创造力觉醒，虽然我也不太清楚，但就有这样的预感啦。好了，所以这篇啊，农园有很多人都有事情要委托你，回应大家的请求，提升物品创造力吧。哇哈哈哈！所以这篇啊，你提升了大家的物品创造力呢，干得好啊！虽然是老话重提，我们对创造物品产生了不得了的欲望啊，真想创造些什么，想得受不了。虽然不知道这物品创造欲何时能派上用场，到现在就很期待新的创造物品了。对了，帅气泽平，之前那件事你考虑过了吗？哇哈哈，就是我当这里的镇长那件事，拥有一把漂亮胡须的我是镇长的不二人选啊。你嘴角扬起了笑容，意思是同意，你同意我当镇长了吗？不行吧，不要啊，干嘛？不行，要也是副总督，他怎么跳过来？副总督就这么跳了过来了。哇，马吉尔大人，所谓的领袖必须要服从部众，并不是在胡子就能当的。你先自行打破自己的外壳，重新来过吧。可恶的马吉尔大人，可恶的马吉尔大人。总而言之，帅气哲平。我往后也会朝着镇长的目标更加努力哦。不是啊，到底为什么那么想要当镇长啊？又没有油水可以捞，你干嘛这么想要管理大家是不是？然后讲完话就一大堆的惊叹号冒过来是怎样？我不想要回答你们的任务啊！你们想干嘛？不要过来啊！一直跑干嘛、啊？不要再接你们的委托了，太恐怖了、啊！好啦，你们干嘛？先从鸟。雷吉平，神奇带风筝技能，我也是兴奋到不行哦。恰克小姐刚刚调查过的风机好像要摆设南瓜做成装饰品，制造出气氛哦。所以这边你有想到什么南瓜制成可以制造气氛的东西吗？又要我们想，是吗？现在是万圣节是不是？我郑重请求，想要的话，请制作三个，摆设在村子里你喜爱的地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制造出三个万圣节的那个东西，有没有？哦，南瓜灯，然后摆到我喜欢的地方哦。好，没问题。那我们就先来做南瓜灯，一个一个来，好不好？不要急。那我们南瓜这样够吗？南瓜灯怎么做？南瓜灯是需要一个南瓜，哇塞！然后要做三个，是不是？我们南瓜超少，你确定要这样搞？这不太好吧？呀，这些全部都是南瓜吗？哦，番茄出来嘞！哇哟，可爱小番茄终于出来了，好棒哦！不，啊！我怎么把这边全部打爆？在干嘛、啊？我的天！大树的树皮，那就不是这个了。行李，然后把那个……铺木地板是没了，是不是？做个几个就好了。做几个铺木地板。算了，那边就给他这样子好了啦，给他一个开口。啊！不，打错了。啊！不，打错了。就这样子，这样也比较漂亮一点点哈。然后刚刚把一个番茄打烂了，存放番茄种子。南瓜灯还需要那么多个南瓜，其实没有很好做哎。我们现在南瓜才刚种下去了，一个南瓜灯，然后我们还有哦，这边还有第二个南瓜，是雨啦，长快一点，不是，等一下，这些会不会其实根本不是南瓜啊？我现在真的是很缺南瓜哦，卖开玩笑哦，我们要三个南瓜做南瓜灯，居然不是拿去吃是去做灯呢，太浪费了吧？你起码也是就是吃完南瓜会有那个什么，会有一些就是什么什么那个。肥料还是什么东西，你再拿去做这些东西不是比较好吗？你直接让我们不能做食物这样子哦、喔。好啦，要睡觉了，各位。
这个树长好慢哦，我的天，那么慢啊！先睡个觉，明天起来继续。三个南瓜灯，我们还缺一个南瓜，希望一起床就有南瓜可以拿。那我觉得照这样看来的话，应该是不会有村民会自动采割啦，因为他就是想要让我们就是尽量不要浪费资源，所以你让村民自己去采割的话，就会那个哇，树真的变很大哎，变好大哦，然后对啊，这感觉不是南瓜，这是包心菜哎，感觉像包心菜啊，我的天，先收割几个番茄，然后我们好像要做过那个番茄料理之后呢，他们才可以做，是不是？南瓜不能放，是不是？南瓜灯不能放，然后番茄可以烹，然后让他先做一下这个料理。然后南瓜目前也很缺、欸，啊，应该是啊，这些都是南瓜，这还好啊，都是南瓜就没事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南瓜。然后这个存放进去，然后这拿十个出来吧，我们也是会饿的，各位，好不好？不对他们太好，缺一个南瓜，怎么办？快长出来！不过我们这边应该是可以顺利完成这个就是大树游乐园的任务了。现在做个荡秋千吧。上一次有一个那个大树的那个任务啦，然后要我们做秋千，这个草绳跟木材，好像我们之前就是在路上逛的时候，我们收集的材料都很多啦，所以就没什么太大的事情。然后把秋千放在树旁边，应该就没有问题了。这边挂上去，是不是？哟，没问题，天然秋千做好啦！哇、哦，我那慢慢是爱心用喷的、欸。那么喜欢玩是不是？他已经在喷呢、欸，我的天，好猛哦、喔！看一下秋秋，秋秋，讲话，秋秋，啾啾啾，好厉害哦，好厉害哦！孙哲平，村子里总算长出树木了，不但外形美丽，还好像还散发出很棒的气味哦！不是枯萎坐在的树，真是太迷人了。帅气哲平，你为了我特地准备了秋千，对吧？这样一来，我一个人也能玩咯。我说既然如此，我想创造出绿色森林，有什么好办法吗？如果能同时创造出草原和树木，那就是超级巨型蚯蚓咯，就算叫我超级蚯蚓也不过分。拜托你，帅气泽平，为了让我从普通的巨型蚯蚓变成超级蚯蚓，想想特别的饲料吧。哇塞，我们真的是万能工具人呢！我的天天啊，最好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达成哦。哇，我没有想到了，到底是怎么想的，我都不知道。森林丸子，充满森林舒服感的丸子，放在地面后，阿秋会让土地变成森林，真假啦？太猛了吧！会让土地变成森林哦，太神扯了吧？那是什么东西？难道一放就可以直接那个吗？我们现在看那个要怎么做，然后看一下要怎么变成森林，怎样变成森林啊？好恶哦、喔！森林丸子哎、欸，够哎、欸！我来用一下，看一下这是干嘛的好了。我还蛮好奇这是什么丸子的、欸，我们就种在这边好了，好不好？这边可以吧？森林丸子。哇，这边哦、喔，会不会这边直接变一大堆橡木啊？然后嘞，怎么了？太强了，什么太强了？我看不懂哎。它好像就变比较深一点点啊，然后会怎样吗？等一下，好像有树木要出现的感觉喽。我这样等一下待会会直接爆开啊，因为直接一个大爆开这样子。我们现在还缺一个南瓜灯，快了快了。然后这边是干嘛？不知道哎、欸，可是我觉得开始有那种就是森林气息的感觉，好像还不错、喔，还行啊，还行。那目前来说的话，199，然后再看一下吧。这个小女孩要干嘛？这个做菜的应该是要叫我们那个吧？你先不要大便了，你先来。所以这边永远发展的非常出色，也差不多可以搬丰收季了哦。关于这件事情，那个就是你又想干嘛了？
我想拜托算计哲平制作祭典旗子，算是在村子里面。啊，总算靠自己说出口了。果然就像妹妹说的，要把要求毅然决然地说出来。不，不要再学你妹妹了。你们到处要求东要求西，我真的快要死掉了。那么帅气哲平，请你制作30个祭典旗帜，把它们挂在房子、在墙壁等你喜欢的地方吧。30个啊！我的天啊，好像有点多。我还要做南瓜灯，又要做这个，所以目前来说都是在为祭典那个在办事这样子。祭典办事，30个那个旗帜，30个应该还好啦，这还行，我们东西很多。好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布氏祭典时间，好不好？不知道这要放在哪里耶、欸？这边无法放置啊，是要挂哪里啊？不是啊，你要挂哪里？我真不知道哎、欸，我没有什么，这也不能放置啊！哎、欸，不是啊，什么啊？不是啊，啊都不能放置，还、啊、是要放哪里？还要30个是怎样？喂，完了，这不能放置哎、欸！哦，放了。然后我们就这样乱放好了，一点美感都没有，有没有？放2排啦，各位，没有问题啊，我们就环绕这个蔗田就好了，好不好？我觉得就还蛮有丰收季的感觉了。然后他不是叫我们随便放那个南瓜放在那个什么地方吗？对不对？那我们就都围绕着这个好了。感觉好像还不错哎，超烂的有没有？放这个，干这田做了超多装饰这样子。哎呀，不要烦我啦，我在装饰哦。你们去打。你们打了没？哎，你们怎么没有人在打哎？不是啊，怎么是铁羽军团？然后他会把我们那个种子拿走，是不是？超夸张的。哦，不是，是他们会掉种子啊啊！了解了，还没结束，不要先升级好不好？各位，还没结束，不要先升级。还有危机，各位。啊，没有，没事。然后他会给我们种子哎，所以还不错哎。那多给我们一点种子啊，小麦种子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那个，我在布置那边比较麻烦哦，只剩3个了。哎，刚好哎，房子这边盖完差不多。哎，等一下，这不行。哎，不是干嘛？嘿，哎，不行哎，这好难放哦。哎、欸，算了，先垫一块好了。你先在旁边等我啊，我垫一块。那、哦、我拿走了，我先垫一块啊，这样就可以了。嗯，不是，我应该要正面拿它了。哦，这布置也是一个麻烦呢。好，跳上来，然后我要布置的是这一块。OK，Nice， 完美，无缺。这个石头也可以搬。哎，这个手套也太万能了吧！石头都可以搬呢。这个先进去吧，别闹了。进去，大石头这边，好，这样蛮美的啊、哦。好，30个完成，然后南瓜差一点点啊，快因饥饿倒下。哎、欸，我每次都会，真的都会那个哎、欸，忘记吃东西耶、欸。啊，可以了，然后。跟他讲一下话吧，应该就可以了，好不好？旗子我已经布置完毕了，虽然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哇，
所以哲平，你把祭典旗子挂在村子里了呢？在光眼光辉耀眼农园当中，要举办目眩神迷的丰收祭，光想象就令人心情澎湃。对了，帅哲平，虽然现在才问，帅哲平是怎么来到蒙佐拉的呢？哇，居然是跟习德一起坐船来的，真是可怕！哈工教团禁止人类利用船只在岛屿之间往来呢。可是我很羡慕可以搭船这件事哦。听说蒙佐拉遥远西方有个叫做穆恩布鲁克的大都会，我很想去那里看看。但听说若是反抗教团，就会被关进可怕的监狱哦。对教团来说，创造师是敌人，到了岛屿外面也务必多加小心教团了。好，完成了，然后就只剩下我们南瓜灯啦、啊、南瓜灯好像在等一段时间呢、欸。南瓜快伸出来哦，南瓜。我在想要不要帮这边的人啊，就是用一下屋顶，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好像也不太需要，反正他们迟早有一天都会回去我们空荡岛嘛，对不对？空荡岛才是真正的家嘛，对不对？这边感觉就破破了，就不是那个。然后我们今天有用那个就是树林种子的、啊，种出来好像会这样，但不知道这是干嘛的。这就是有树枝啊，我以为它会有那个什么，它会能够干嘛、欸？结果好像也不能干嘛，它就只是一个更高级的地，是不是？然后让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巨型蚯蚓可以变成它的那个什么巨蚯什么东西鬼的，很开心这样子哦、喔。拜托，快给我南瓜！我好想要南瓜，我要做南瓜灯，不然我们就我们先去布置一下两个南瓜灯好了。他说放在三个地方嘛，那我们就都放在这边好了，一个，然后两个，还差一个啦，快呀、啊！